看我在那里发现了什么，那个好像是一个特利迦的圆环呢，我们看一下。哎，从这边可以上去，从这个楼梯这边上去看一下。啊，哎，哇，终于上来了。来看一下这个，哇，这个特利迦的圆环好新呐、啊！看一下，哇，这个好帅呀、啊，这个特别帅。哎，哇，这边还有两个奥特曼呢。拿起了个圆环，哎，这个是一个赛罗吗？哎，这个好像是一个黄金的赛罗哎。这边还带一把武器，哇，这个好帅啊！哇，哎，我这边还有一个，这个是镜子骑士吗？哦、好像是镜子骑士。我们再看一下，哎，这边有个桶哎，哎，这里有一包奥特卡片，有两包的奥特曼卡包哎，哎，这边还有一个小的奥特曼，这个是哎，这个是欧布哎，把这个奥特卡包还有这个奥特曼都装起来，这个哎。镜子骑士在这里啊，镜子骑士在这里。哎，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滑梯，滑梯下面没有了，这边呢？哎，这边有哎，这个下面好像有一个55周年的勋章哎。哎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哎，哇，这边好高啊！哇，终于下来。哎，这个是一个迪迦的55周年勋章哎，这个不错哎。我们看一下，还是从这边上去。哇，哎，哇，终于过呀，终于上来了，把这个迪迦的勋章放到头里。哎，我们继续去找一下。哎，哇，这边还有两个呀，哎，这边有点危险的。哇，哎，这个是一个，哎，前面还有没有了？前面没有了，这个是一个风暴的吧的风暴。哎，这个呢？不认识啊，这是谁呢？啊，放在这里，我们看一下。这个前面好像没有了，这边有个台，哎，这个台阶这里有两个呀，哇，好多呀，上面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这个是奥特之父哎，奥特之父。哇，这边这个是哎，在这里，这个是罗索哎，罗索奥特曼。哎，哇，这个是奥特之王哎，竟然是个奥特之王。我们再看一下，哦，这边还有一个赛罗呀。还有一个黄金的赛罗放在这里，哎，这个是，哇，是一个黑暗的特利迦呀，黑暗特利迦，这个是一个哦，银河奥特曼的银河，我们看一下，哇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个是贝利亚呀，贝利亚，我们看一下这边，前面还有没有？哦，前面还有哎，这边还有三个，这个是一个哎，这个是黑暗普罗斯赛罗呀，黑暗普罗斯赛罗哦。装在这个桶里，这个是加古拉，哇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个是杰德呀，杰德奥特曼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哎，这个里面好像没有了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哎，我的特利迦圆环呢？哇，好像忘在前边了，我去找一下。哇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看我们在这里找到了这么多的奥特曼，哎。哇，这包子卡片没有拆呀，我们拆一下。哎，拆一下，看一下啊。哎，这个都到了。哇，哎，哇，只有一个 SR 的，这个是一个人特利杀手 SR 的，没有什么好卡呀。